在中国还有很多的外国朋友，那么他们会如何过中国的春节呢？那我们的中艺记者曹玉呢，就去拜访了在北京的伊朗一家四口。你好，新年好，送你一个福牛，祝你新年有福气。我可以进去吗？好。让我想不到的是，在伊朗朋友家，除夕当天也是准备包饺子。那么您包的是什么馅的呢？这个是肉馅的，有羊肉、大葱。因为中国人，我看他们饺子里面有调料跟我们不同，但是我们一般都有咖喱粉啊、胡椒粉这些。好，这次我来呢，也给大家带了点小礼物。谢谢。那么借这个机会呢，那咱们就按照中国过年的传统，一起给观众朋友们拜个年，好不好？行。那我们三二一，大家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新年快乐。那我们给大家中国观众送一个祝福。